即係玩下都有法啦，係咪啊？係嘛？介紹下你堂手們啦，你師兄啊嚟過㗎啦，都打過㗎啦。咁你又介紹下，咁啊等啲即係等啲觀眾啊，或者等澳門街啲市民或者啲遊客加深啲。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有一度好，有一啲咧擔凳仔嚟嗰啲咧就係街坊嚟嘅。呢啲場咁啊，有一啲咧，總之聽到鑼鼓聲埋嚟嘅，咁所以你介紹多次都冇壞嘅嚇。係，你介紹下唐守門功夫啊。各位澳門嘅朋友好，咁啊，我係嚟自香港嘅中國唐守門體育會，我姓陳嘅，叫陳鑑波。咁我哋門派就唔係好長歷史啫，係我師傅係1971年創派。咁我師傅咧就係、本身一個文人嚟嘅，教書佬嚟嘅。咁、我哋門派咧比較注重係搏擊為主啦，因為我哋嘅同門兄弟咧有一半嘅同門兄弟都會係出去比賽過嘅，係吸收下嘅擂台經驗咁樣。係，咁喺依度誤咗大家啦，我開始表演。好，好。咁啊，請大家細心欣賞。係，咁由陳鑑波師傅咧為大家表演嘅係《威漢萬字拳》，有請。是莊少平師傅的，是來自澳門南北武術學會的，他為大家表演的是八極拳。郭淑健新会为大家表演的是千字拳，表演者是伍家明，有请。
位咧仍然係由澳港始山健兒堂國術健身會嘅詹兆德為大家表演嘅係鎖喉槍，有請。施陣演出啦，咁有陣時，師傅點解有啲拳你又介紹，有啲唔介紹呢？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長壽節目嚟嘅，今年咧由五月份到而家咧已經今次係第13場啦。咁我哋有三個基礎會咧，一個係羅良體育總會啦，佢本身咧就係都係蔡李佛拳底嘅，咁咧有亦都有一啲少林嘅武術啊，北派嘅武術。咁咧，工人武術健身會咧又係蔡李佛拳底嘅。咁咧，不過澳港始山健兒堂咧，佢呢個係五型拳嘅拳底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啲咧，即係話長年表演咧，咁我哋間中亦都會訪問佢啲師傅啊，介紹下佢哋門派啊啲成。咁有啲外來師傅咧，咁我哋就先訪問一啲外來嘅師傅，講一講其他嘅門派。咁有陣時佢哋嘅會嗰啲咧，亦都會介紹一下啊。咁喺呢度咧，亦都去報緊陣咧，亦都借少少時間咧，同大家講一講拳經裏面啊嚇啊，仰手打鼻梁，回手打胸膛，好啊，有力就正中上，無力走兩旁。好，咁啊點解咧？其實咧呢個拳券就係、是、其實功夫嘅嘢咧，好多隨手應隨機應變嘅。當然你自己要內外兼修啦。講真，你有整勁有內功係嘛？因為武術裏面打嘅力就唔係力，係勁，勁係一個合力，合力裏面。可以用意用氣嚟吹力嘅，咁所謂叫有力正中上，無力走兩旁係點解啊？即係一個大人，你同一個五六歲嘅細路仔去打，咁啊仲使咩咁多功夫啊？一個橋正面上就得啦，唔使耍來耍去啦。好啦，無力走兩旁就係頭先嘅一標嚟嘅，你一個三個馬標落去就落去呢邊啦，可以喺呢邊去啦。或者我直情我唔接你橋啦，因為拳拳裡面都有偷橋漏打噶嘛，成支橋偷咗，即係我唔要你嘅，你橋來橋上邊啊嘛，我偷橋成支橋唔要，我就打你啦，一個伏眼就已經係走咗去啦，我唔使接你橋啊，你大隻我唔夠你力嘅，咁但係我已經橋都唔接，我就喺側邊打咗你，咁所以功夫嘅嘢咧可以大家力鬥力，亦都可以啊偏身走。去找個師傅嚟介紹一下你個青陣都好喎，係咪啊？俾個麥啊，擺嗰只片子咁靚，係咪啊？係。大家晚上好，我是姓高的，是我代表始山健兒堂的。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一個蠍子槍的，咁雖然這隻蠍子是一個道具，但是當我們玩起上來的時候就當作一隻真的蠍子來吃的。咁我覺得今晚大家各位街坊可以留意一下我們那隻獅子去怎樣去處理這隻蠍子啦，究竟是在前面吃啊，後面吃啊，首先是吃些什麼呢？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我先賣個關子先，之後可能師傅就可以幫我們再介紹一下。因為蠍子你看看它很多架生，又有兩隻鉗，又有個尾，是不是啊？個青就在前面了，好嗎？是，沒錯，沒錯。好，那麼準備好了嗎？好，咁啊，請大家細心欣賞由澳港始山健兒堂國術健身會為我哋表演嘅蠍子槍。咁好嘢啊！硬，咁口硬得咁好。
睇唔起啊！三万。
兩個花。先制服了那個蝎子尾，那些冚棒全部要的可以再翻煲的跟住呢就在後面上呢就壓住它去了眼去了鉗、啊、然後呢才再來去埋那個蝎尾，然後才採青、啊、因為呢其實呢武藍絲是一個象形來的，那它象形呢那你說哎呀師傅不如在前面拿就行了，逢親是蛇啊、蝎啊、蜈蚣啊呢啲咁樣咧，都唔可以前面嘅，因為佢前面有個防守啊嘛，係嘛？好啦，好嘢，到呢度咧，今晚嘅節目咧亦都係完結嘅。我哋喺11月19號星期六，同樣嘅時間、同樣嘅地點，有唔同嘅師傅、唔同嘅節目為大家演出。好多謝大家到場嘅欣賞，好多謝澳門嘅同埋香港嘅嘉賓嘅特邀師傅為佢演出，好多謝本澳嘅師傅落嚟演出。好啦，而家嚟張大合照，嚟完之後就完結。我們今晚的晚會、欸、你也幫我拍張照，好啊，你看你好，可否幫下手按按機啊，等一下、欸、幫下手架按機，按這裡就可以了，轉了那邊，按這個，轉了那邊，你先好啊，按這裡，好啊，嗯，按這裡就可以了，好啊，唔該曬你。啊，呢、啊這個咁呢檔咯。好、啊。好。預備一、二。就这样。
咗機啊！唔知啊，好似咁樣噶啦。係啊係啊，好似，咦呢、這個都好緊。